接下来这首歌呢，是一个非常给中华民族提气的一首歌，叫《万里长城》，是首演，是王丽萍老师为这次音乐会专门拿出来一首歌。这首歌呢，在1985年到今天，大概有30多年吧，20多年，一直没有拿出来。这首歌写出了中华人民族的气概、气质和尊严。这首歌一定会打动在座所有的观众的，就把这首《万里长城》献给所有的观众。Thank you.